犯罪北港一户人家厝内有一张违章，那刷电动都灭门自活，而且违章内底人甲因无亲无代，挂伫个遮，互世代家属服侍，这是为虾米呢？故意少年家捡了一卡集团，内面的分票答应伊三个愿望，互伊荣华富贵娶水某，想要到愿望实现的时阵，这个分票就开始利用伊来报冤仇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拜一到拜五暗时7:30，细说台湾，本港玉宽记。